尼天那么大家好，我是玛尼铁开拉萨南达。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圣尊尼西亚南达帕玛希瓦上师。点化呢，是可以说是我们作为人类可以得到的，最好的礼物。只有通过上师的点化呢，我们的意识才能够觉醒，才能有我们最终的证悟圆满。点化呢，就是一个开悟的上师呢，把他的证悟圆满直接传递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也就是说呢，我们自己靠自己的修行，不管你是做瑜伽、吃素，还是做冥想等等，都不可能真正的实现你的意识的突破，或者是证悟圆满。只有通过上师的点化才可以实现。他就是直接把自己的一部分给了我们，这样。在这段时间，师父早晚的这个点化之后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同修都有非常非常深厚的体验。其实马喀拉萨也有很强烈的体验，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师傅的点化强度真的是之前的太多倍，这样，师傅自己在开示中讲的就是之前的照亿倍，这样，这个绝对不是虚传，也不是夸口，因为，我非常非常明确的感受到，就是即使是，就是在师傅点化的时候，我可能在跟学员交流或者怎么样，没有完全的像很多同修那样可以去把注意力完全的放在这个点化上。即使是这样呢，我也有非常非常深厚的体验，就是在所有的点化之后，都非常神奇的感受到自己的头脑更加的清晰，自己内心的空间变得非常的轻。在之前卡住的一些点呢，现在居然可以呢更加轻易的就超脱出来。可以更高的看到自己呢，比如说在遇到卡点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力量呢，把自己从这个下沉的这个状态中拉起来，而且同时还能够让自己看到自己的卡点到底在哪里，能够有一个非常超脱的心态呢，去很轻易的去解决自己之前卡住的这些点，在这个点化之后呢，居然变成了那么轻松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我的感觉，我的业力或者是所有的这些，不圆满，对我的这个影响呢，变得非常非常的淡。这个是我一个非常惊喜的一个发现。同时呢，我的意识更加的清醒，就看待这个世界的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呢，都会有更加清晰的角度和更好的解决办法。这些都是我在这些天呢有的非常神奇的一些体验，也在这儿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都要积极的参加师傅所讲的早晚两次的点化，他真的是把自己所有一切的最好的礼物都免费的倾注给我们所有的信众。所以也希望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的珍惜每天早晚两次在线点化，你的人生呢就会因此有巨大巨大的变化和惊喜的事件的发生。我也希望有更多同学有体验之后呢，也积极来跟我们分享，因此能够去丰富到更多人来到师傅的身边参加这些活动，并且呢跟师傅建立连接，最终走向自己的证悟圆满的道路。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也希望大家积极的报名 Parama Shivam 3级课程。我们离这个3月1号开课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所以也希望大家都加油的显化。最终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同修都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个让人非常期待和期盼的21天与阿凡达尼西亚南达上师共同度过的这个时光。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尼天能登。I am your guru. I will make you enlightened. It's my commitment. Till you become Paramashiva, I won't rest. Don't worry at all. To all my disciples, I give you this as a boon. I'll swallow everything with which you are stuck and liberate you all.